你小时候收集过那些东西，现在还在吗？妈妈，你是不是又给我东西了？我的红楼梦呢？丢了噻！销售年纪不学好，就像看那些言情小说，你有什么心啊？我是给你说好上丢了几本，名字又咋了嘛？你看了就可以学习好吗？学习学习，你这叫智障学习！我只要丢掉我邮票，我想把毛球扔掉我球，现在又是书，我怎么？笑容消失以后会转移到家长脸上吗？如果不会，倒不如这个笑容扩散起来。那么邮戳现在可以卖这么多钱了吗？对呀，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嘛。那给你，这是你自己寄邮戳的。哎呀，总有粉丝问我为什么现在不讲宠物，开始讲亲子关系了。我小时候淋过雨，现在想帮大家撑撑伞。不行啊！